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腾讯科技讯1月9日消息，在今日举行的2019微信公开课 Pro 上，微信发布了2018微信年度数据报告。报告显示，2018年微信每个月有 10.82 亿用户保持活跃，每天有450亿次信息发送出去，每天有 4.1 亿音视频呼叫成功。人群方面，00后最爱的表情是捂脸哭，80后最爱呲牙笑，70后最爱捂嘴笑。打造智慧生活方面，每个月使用微信搭公交地铁的乘客比2017年增加 4.7 倍，每个月使用微信零售消费的买家比2017年增加 1.5 倍。以下为报告全文。